备好了，你放心吧。没有像上次似的，这我刚坐上去，没等两步，砰，轮胎爆了。不能，这回我是从我们物业老刘那儿借的加重的自行车，轮胎是防爆的。甭说你了，把你爸爸放上去，你俩人那轮胎砰都爆不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这就放心了。走吧，走，快。来了，哈哈。哎呀，只有做不到没有想不到的，我是真没想到。你看看这两口子都多大岁数了，意，那没办法，愿意。对，有钱难买愿意啊。哎呀，走了啊。哎，站住！干啥？干啥去？哦，今天你大姐他们同学会。哦，站住！干啥？你干啥去？啊，人家要求了带家属。哦，站住！站住！咱俩有问题能不能一块问？啊，不是，参加同学会啊？你俩怎么去啊？骑自行车去啊？对呀，驮着我去。你坐他的自行车啊？怎么了？哎呦，大姐呀，参加同学会骑自行车啊？万一你穿着裙子，裙子再裹到他那后轱辘里，大姐，后果就是这样的。你上自行车的时候穿的是裙子，下车的时候穿的就是裤衩。你怎么说话呢你？咱说话的这是实话呀。大姐，啊，进一步说话。咋回事啊这是？干，我问问你啊，参加什么年龄段的同学聚会？对呀，小学同学。哎呦，这三十多年没见面了吧？啊，三十多年没见面啊，你俩就这么去啊？那我俩咋去呀？要说你俩没经验呢。三十多年没见面，那是普通的同学聚会吗？怎么啊？那是彰显你们每个同学前半生生活质量高低的展示会，明白没？给他解释解释。给你们说通俗一点啊，那个同学会就不叫同学会，那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就你俩这样，到战场上不得嘎就过去啊？这怎么还能死人呢？啊，羞死的呗。我可不愿意看着我大姐和大姐夫在小学同学会上嘎过去。我也绝对不能让你们丢我们米粒家族的荣誉。干什么玩意儿？不就参加个同学会吗？至于吗？对，还至于吗？要说你没有经验呢，人家为什么要求带家属去？对呀，人家两口子两口子的，有博士，有硕士，还有成功人士。来来来，再看你俩，怎么的？啥也不是。哎，你俩凭啥这么说呀？哎呦，我还凭啥这么说？大姐大姐夫啊，我们两口子参加的同学会多了，那是受尽了羞辱啊。大姐，你要想到人家那儿，哎，不被羞辱，你得捯饬捯饬。对，你得比别人强。对，我们两个就是从那个死人堆里爬出来的。哎，老公啊，那咱俩这次去会不会受辱啊？受辱倒不要紧，我怕回不来了。哎呀，那咋整啊？你放心，大姐，交给我。大姐夫啊，你放心吧。我放心，我把你老婆捯饬捯饬。来来来，哎呀，来把你新买的衣服给大姐这都捯饬上，快点快点的。大姐，要我就说你吧，是不是在家做饭都做傻了呀？你说我平时没事在咱家来回就这么转，你老说你头我都丑闹心了，你就没看看我的打扮，看看我的气质什么的？哎，你得上档次啊。对，你看这一身你再穿上，是不是立马就不一样了？对，你看看，哎，大姐夫你看看，来来来，我手，哎呀。首饰呢？你说你这小心眼啊，小气鬼，给你老婆买点首饰啊，把你的给她。我带。哎呀，赶紧。我能带上吗？哎，为了咱们家的荣誉。哎呀，出去可不能受辱啊，这个。这我跟你说，这个是我平时出席重要场合带的。哎，你不能把它给糟践了，知道吗？大姐，举着。行，对对，哎对。哎，对了，举。不是，眼镜。眼镜，给大姐戴上。对，哎，这充满着一种神秘感。对，哎，滑，哎，这行不行？行，来来来，这行了，走，跟大姐夫走吧。去吧，完了吧？哎，好了，成功了。站住！哎，大伙发现没有？我大姐的气质和档次上去了，我大姐夫是不是有点寒酸呢？哎呦，这不行。大姐夫啊，
我得给你也捯饬捯饬。我不用捯饬，你不用捯饬不行。我跟你说，你丢的不是你自己的人呐，你丢的是咱们全家的人呐。米粒家族，对不对？我不你不去不行。二林子，你能同意吗？不行不行，快点。大姐，你也不能同意，丢咱们家的人。来，来把我的买的那身休闲的衣服拿来。哎，你穿这个。我跟你说，来，大姐夫，伸手伸手。哎，对了，人靠衣服，马靠鞍，知道吧？这太复杂了吧？复杂一点都不复杂。穿这不行，怎么不行啊？你听我的，我觉得不太合适啊，穿上这事儿。我的衣服你穿的绝对有档次，我告诉你。哎，哎，站好，站好，站好。人靠衣服，马靠鞍，来，你站那边。你跟我弄得跟个超人似的，你这也太过分了吧？你这，你们觉得行吗？什么眼光啊！这都是。你别着急啊，这有原因，为什么不合适啊？哎，有句话说的太好了。这个吃海鲜人的衣服啊，这个吃大葱的人穿上，怎么穿他也是吃大葱的。你这不行不行，这什么玩意儿？不行，是有点不行。我还不愿意让你穿呢，我告诉你。我大姐夫穿上像童装。你把我们那件，你买的那件。行了，我就这件挺好的。你别丢人不丢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出不去这个门。我跟你说，大姐夫，这件衣服可老贵了啊！这是俺们家，我准备给俺家陈润芬打小底的，知道吗？这玩意儿，哎。这个配上了，等会儿，哎，还差点。这个彰显着，哎，咱有钱呢，咱。哎，这个好，哎，这好，哎，好。慢走。哎呦，这就好了。你小心我的眼睛。哎，这我看看啊，哎，你看，哎，可可的。你看这就，来站一块。好。哎呦，哎，街坊邻居们，这行不行？哎呀，这有没有面子？太有样了啊！你听我的没行了，哎呀，气质，哎呀，服装都行了。二驴子啊，教一教大姐这个行为啊，举止啊。别老叫我小名，我告诉你。来，大姐，来跟着我坐，挺胸。对了。抬头。对了。收腹。对了。提臀。对了。妥了，可以了。哎呀，你听我。
家这房子我付的首付，怎么呀我？对，还是小土豆子吧。来来来来，爸，我都给忘了。你看，忘了没关系啊，音乐一起就想起来了。我是真没想到啊，大姐，你跳的太好了，是吗？我想起我小时候看过一部动画片，哎，小叮当，哎呀，你就是活着的小叮当啊！哎呀，大姐太好了，爸，哎，爸，哎呀，启发我了啊，是吧？哎，咱不是给赵大娘演出吗？对啊，哎，就咱们家这个艺术细菌，哎，咱怎么着也得出一台呀，不能就这一个节目。对，咱们家每人演一个节目，每人都得演。可惜你啥也不会。你听听，嗯，鼓掌的街坊邻居都知道。知道什么呀？我会说相声。不是，我说实话啊，说实话，这个相声啊，词儿多了我不行。嗯，哎，但是那个嗯啊，这是我会啊。哦，哎，爸，你行啊。文化馆的，我爸。对，我年轻时候说相声，我差点我就没出名。我告诉你，所以说咱俩合作呀，给大伙来段相声啊。啊，你来甲，我来乙，你给我捧哏，行不行？咱俩试试啊！哎呀，不是，哎呀，来，上台鞠躬。哎呀，站在这个舞台上啊，我发现今天来的观众朋友们他有个特点。什么特点呢？大家伙非常的爱笑啊，心情舒畅。对，我发现今天的朋友们啊，特别是冲着您笑，都喜欢我。谁的儿子谁不爱啊。我揍你，我告诉你。爸，说相声呢，说相声。啊，这是相声里边的词儿。相声吗？哎呦，你这相声说的把你自己逗得乐够呛了。来来来，往下说，来来来。再说了，我也没说错呀。怎么了？啊，你看艺术家啊，把观众朋友们都比作什么呀？衣食父母。那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是不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呢？那没错啊。那把他们比作你妈，这不对吗？那大家就都是你奶奶呀。又套一件啊，崩开线了，最后终于找到一件没崩开线的，穿这个把拉锁头薅下来了。嗨，哎呀，你可别埋汰我了，人家我是给我大姑娘找件漂亮衣服。哎呀，你就说你找不着合适的穿的就得了，你看你整的把我拐的这档次都下去。哎呀，那你这个老大姐夫，哎，我早就想象到了，行动来吧，来。我准备的衣服拿出来，来，哎呀，我早就准备好了，来呀，来，妈，你穿那个，哎，这是爸呀，你准备的，来，怎么样？这是给您老人家准备的，这才叫衣服呢，看，哎呀妈呀，这透红透红的衣服我可穿不出去。哎，妈，你看这红色多正啊，趁您脸色显白显年轻。对，妈多高雅呀，这多漂亮啊。妈，我跟你说，主要是心理的障碍。对，年龄大不是个问题，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老要张狂，少要稳。对对对对，不行不行，这衣服我真穿不出去，我可不能穿。哎呀妈，哎，我跟你说，这衣服可是国产名牌，你要不穿不白瞎了。对，不是老伴儿啊，咱们得自信，总得把自己想象成一朵鲜花。哎，你别老把你自己当雌花。我可没你厚脸皮。妈，不穿，你咋这样呢？哎，钱人爸，哎，咋办？白买了吧？哎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啊！哎呀，怎么的？大姐夫啊，赶紧想想招儿，快快！对呀，撒楞撒楞的，快点！哎，你怎么挨上了呢？这不是应该我挨吗？咱家里只要一出现困难，你哎，肯定就是你解决。我跟你说，我也不哎，你挨完你行吗？当然行了，街坊邻居们，你看着，我有个办法。妈呀，
你看这衣裳啊，我给你买的，2000多块钱呢。你说你要不穿，当小辈儿的也不能强迫你。是。那行了，扔了它吧。对，扔了。拿回来。哎呀妈呀，这么贵呀，2000多块钱呐！你看看，舍不得了吧？那我也不穿，你愿意扔，扔吧。哎哎，这大姐吧，哎哎呀，快哎哎哎，这这上上上，我来吧，上。那个妈，爸，我觉得你们穿上这一身啊，挺好看的，啊，没啥问题。另外，咱们范米粒儿啊是一个整体，对吧？所以风格一定要统一。对，我决定，咱们这次出席啊，咱们服装全部换了，就以妈这个服装的风格为基准。这多好啊！行不行，妈？行。什么什么？哎，这哪来的主意？怎么了？什么主意？瞅瞅。